鳕鱼营养丰富，价格便宜，和豆腐一起炖，味道真鲜。今天做鳕鱼炖豆腐。首先把鳕鱼剪掉鱼鳍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切成块，放入盆中，加料酒、胡椒粉、葱段、姜片，拌匀腌制10分钟。接下来把豆腐切成1厘米厚的三角片，油温6成热，下锅炸，炸至豆腐表面出硬壳，颜色金黄，盛出备用。鳕鱼腌好后，攥出多余的水分，加少许淀粉拌匀，油温6成热，炸一下，炸到表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接下来调一下料汁，需要准备的是郫县豆瓣酱、黄豆酱、生抽、料酒、老抽、蚝油、白糖，加少许水拌匀。锅里加油烧热，下入葱、姜、蒜、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炒香，然后放入炸好的鳕鱼和豆腐，倒入料汁，加10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后盖盖，转中火炖15分钟，放入红椒、小葱段，烧1分钟出锅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上幼儿园我自己睡觉。啊，你自己睡觉啊？那你在家能自己睡觉吗？能。说话算数不？算数。拉钩来，这晚自己睡觉啊？行吗？行。这样式的，行吧？你看那样是不？你看是不是不想？想吗？这样式的，聊天。你看，哎，对，哎，来吧。对对对。小鱼，小鱼，这是鱼。鱼。小鱼，小鱼，水里游，咕嘟咕嘟冒泡泡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去，春风吹又生。咱就原学的，老师教你你就会了。嗯，有小朋友不会的吗？不会。他们不会的咋办呢？罚站了老师。嗯，不是，我和王慧交朋友啊。你会完你教小朋友学了啊？真厉害。嗯，你咋教的小朋友啊？星者博玉。这是什么？寻隐者不遇。啊，寻隐者不遇，那首诗是不是 你说一句吧，小朋友给你学一句。啊，真厉害，刘浩辰。寻隐者不遇。啊。收下未酬纸。啊。别施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。这个古诗叫啥名啊？寻隐者不遇。我今晚回去学会了。嗯，行吧。嗯，行吧。就这么几句完事了，还差一句呢。差一句小句，要奶学吧。要奶学。我今晚回去学会了，我明天给你背，行吗？行吗，刘老师？刘老师下班咋学？刘老师下班咋学呀？你下班上哪去呀？